那谁让你那个的？是你那个就是考验，就说考验合的。嘿嘿嘿，那谁让你的卷就基本上就毕业就合格了。那谁让你这个卷的啊？这个手卷的基础基本上就合格了。那你说实了。你看我视频一晚上看了5天不好天明了吗？真是天明了。你看电影，真是那个了。你看电影很有吸引力了。一个是，这样我你。你那个不一定。那椅子好了不好？那个是椅子上的那个椅子，春天下的上一次药，它那个病毒有，到现在也有上来的，我看的上药了，我看好了。年纪也上了。你们还有教官吗？还教了不？不过有的他现在不是给钱的，是他自己工作太大了，所以见不了。只差一万两万不够水的，要很严重的哈。来看视频，好像很害怕，很吓人。对。他视频看不上，就这样，其实就不看，不知道。今年第一道那个事情是青岛的。对，是青岛的。没有他妈要进来，可能学完了。